来啊，全太阳对大可来了。好的啊，第一张地图来到了暮色之塔，中间地图下方蓝色的这个人柱选手啊，就是来自于 KT 战队的 TY。感觉 TY 压力很大、啊，对他来说这个比赛很重要。对，就上方红色的虫族选手就是来自 SKT 战队的 Dark。这一千分基本其实。把本如果你拿了这一千分，其实对他来说是基本上是稳了，4600分基本上稳了。但是对于全太阳来说的话，其实他如果拿了这一千分，他就有4000分了，那也是第一集团的人了。对，这场比赛其实也算是现在代表韩国最高水平的 TVZ 了。对，对吧？虽然不能说有马入打大可这样彗星撞地球，但是 TY 除了的。马入以外好像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族选择了，对不对？如果当年你要说 Flash 教主是宇宙第一 T， 那 TY 的位置至少也跟范太子是差不多的。对的，对不对吗？哎，不过我觉得 TY 虽然打得很华丽啊，虽然打得很华丽，但是就到了关键缺了力拳的力量，对吧？对，关键的时刻总感觉会掉链子。哼，有观众问吕布呢，跟你们说了，吕布已经是过期选手了。对，你们还在问吕布。早期对不对？吕布在总国早期总国帐下的时候，的确吕布有点猛，对不对？对，也是一员虎将。但现在什么太史慈是不是？什么周泰这种，包括什么赵云都出来了。是的呀。妈的，你吕布有什么屌的吗？你过来，别人也不虚你的。到后期，说不定吕布也就跟张合这种打一架，也就这个实力了。不，这不行。那吕布肯定比张合猛。不是，你这个比的真的是可以一战。干嘛？我是告诉你，其实三国里面真正猛的那有两个猛逼，都在东吴，就是韩当和祖茂。这两个都是有点猛。你确定这两个猛吗？干嘛？这两个老是觉得你他妈吹的有点过了。我告诉你，这两个人如果联手起来干个吕布还是可以的。那我问你，周泰猛吗？周泰猛的呀，干嘛？周泰是有点能扛。被你砍一刀没关系。我觉得你说的这两个人都打不过张赫。对不对？张合还是有点猛的好吗？张合还是可以。他妈的也是吴那个魏国后期，你妈的也是数一数二的武将了。那是因为那种五虎将都挂了，所以他才那么猛，好不好？好，先跑火车，全太阳还是上来就正常打火车，而 Duck 这边是先提个房子速度，然后正常三开进来侦查一下你的整个科技。哎，不，你发现没有，这一招不就是他的诛仙那个阵吧，也要看。哎，对，他反正这个开局就看他能不能用诛仙阵今天诛掉这个大可。对啊，我出一个那个女妖，然后配合着火车跟你打正面。哎，我然后待会儿再换一换。大可绝壁有防备的，你要想一想，你这一招已经暴露了你的诛仙大阵，妈的都知道你会这招了，对不对吗？看你的这个科技就知道你是诛仙阵的呀。挂个那个兵营挂个双倍嘛，这不就是诛仙阵的打法吗？我看他怎么弄啊，看他怎么弄。然后直接换一个那个嘛，就隐形升好了就直接换一个双倍，出两个那个叫什么解放者。对啊，就这样打的呀。这一招的确有点厉害，那天我打的接班人你妈各种骂娘。我的那个诛仙阵是从他的那个三矿，就也是打这张锁，从他的三矿一直诛到了他的那个最里面那个矿，然后每个基地架一个解放者，把他的卵给他打完了，然后问他爽不爽。他你妈凄惨的一逼，各种骂娘。哎呦喂，你哪天你也这样去搞他吧，你就用那个解放者去把他卵给他打没。不，我喜欢是怎么样的？我喜欢就是，我不喜欢就让他知道我用什么战术，我还喜欢那种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用什么战术。好，先出换了个解放者出来，然后再挂一个树，看会不会出两个解放者啊？
我觉得出一个解放者吧，这里哦，又接两个，来了来了，诛仙阵，这种家里面伸个震撼，他伸个震撼弹骗你的感觉，好像是我要正常那个出机枪的兴奋剂，震撼弹马上退掉啊。好，我们看一下震撼弹退了，怎么来已经退了，然后挂双倍，然后再放一个 VS。哎，二次侦查完美，这个二次侦查有点完美啊，完美。好，确认的诛仙阵已经确认了，已经看到了，全太阳也不做演示了，只能说跟全太阳打升房子速度是对的，是个好事，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已经防好了，已经准备要防你的那个解放者路线了。如果说那么多解放者的话，其实每个矿可以多造一个防空嘛，对，这两个防空你总没对方架了吧。我靠，大可这个做比赛做的有点细致啊，连功夫杯的比赛都看，哼，连诛仙阵这种战术他都了如指掌。我只能说大可果然是一个很专业的选手。感觉也好像捅不到什么东西啊，现在。嗯。也没什么办法，你虽然说你这个解放者的这个诛仙大阵已经打出来了，但是呢，大哥的科技判得太快了，对，你并不像打那个 Sola 这种。好，先烧啊，这个肯定是要被烧掉的，没悬念的，你这个解放者架好，要过来救，关键上面还有个女妖，烦得要死，砸呀砸呀砸呀，哎，有没有火蟑螂呢？火蟑螂在家里面呢，他一怕对方打多线，那个解放者。这波其实吃掉了，吃狗还吃的不错。对。大可不要破不了这招吧？他三本已经那么早点下去，你说怎么可能破不了？他肯定有自己想法的。他想法嘛，出那个呀，出那个，那个叫什么？出飞蛇嘛。但是我感觉这大可糟了呀，这个我直接腐化，这几个腐化还可以，腐化不一定打得过解放者呀，他的补丁还没下呢，全太阳妈要趁着补丁下之前把这招用到爽了，先把这一千积分先挣好。现在这个女妖烦的一逼，是的呀，这几个女妖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好，终于是憋了一波腐化出来，这波腐化太重要了。好好好，算守住了，先打回去再说。但守住不一定打得过，哎，过一会儿你这波腐化把气用了之后你没气出那个了，待会儿那个你的解放者一多，你这波腐化就算腐化多你也是被一招秒的。对，关键就是没气出了飞蛇了，你没有飞蛇他肯定有气，会存点气出飞蛇的。这个飞蛇没有，这边打毛。关键是现在你如果没有超过五到六个飞蛇是没有意义的呀。我觉得超过五到六个飞蛇，如果你不是定加污那个感染的话，我估计也没什么用。不，还有点用，还有点多。他可以拉的呀。拉嘛，总归还是有点。你当然说，如果定加那个物肯定是最好的。哎，失误，两个，三个。我有这个多线打的，叫女妖再去偷基地。但你这一波，我感觉你也没有没有赚到呀，这有点亏。全太阳现在感觉这个走的有点迷茫啊，这一波进攻。关键是你这一波火车送完之后，其实你压哦，直接中间点防空了。这个打法就是诛仙阵的一个新的套路啊，直接点防空。变招。他其实都想好的，这才是真正的诛仙阵。只是说 Sola 这家伙连这个大阵还没看到，这个别人刚一摆他就死了。第一这说法有点菜呢。Sola 你妈的是，你不觉得有点菜吗？诛仙阵刚一摆就死了。你这么说我也无法反驳你。那这个时候，这手其实对全太阳说不好打。全太阳现在只能憋一波。他要猥琐五矿先，要不然气不够。要猥琐这个五矿我觉得有点难。
毕竟这个我觉得大可啊，如果放到吴国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至少是太史慈这种实力的，对的，对不对？要么是太史慈，要么是小霸王孙策。孙策绝逼没有太史慈猛，好不好？妈的差不多好吗？他们两个实力，孙策只是死得早而已。孙策单挑吕布都不虚的，有那么猛啊？孙策啊？孙策，我告诉你，你不要想孙策只是因为死得早，而然后第二个，因为他是皇帝，他是君主，你知道吗？他是老大，他不能够跟你拼命。孙坚呢？啊？孙坚不是也有点猛的？孙坚也有点实力啊。孙坚、孙策都很猛的。孙策主要是因为他你们就最后他是老大，他不能拼命，你知道吗？要不然的话，孙策出来，我跟你说，吴国出来的就靠他了，他是最猛的，他跟太史慈两个是最猛的。妈，好歹也是个小霸王，你知道吗？名字叫。哼，好的呀，定家务呀。是呀、啊。你觉得是不是？大可至少是太史慈，然后这个 TY 我们说那个是谁来着？TY 能不能算马超嘛？马超，我觉得没有马超，差不多了。你想，马入是赵云嘛 ？TY 比他稍微弱一点。其实我觉得 TY 马超，妈说了都是魏延呢。啊，你这么说的确不能对不对？那么比魏延强一点，那不就马超了吗？对的，不能把他当成那个马岱啊，的确是这样子。对啊，孙一峰，哈哈哈哈。我他妈的肯定是文武双全的呀，陆逊呀，跟你们说过了呀。陆逊，目录大王，目录大王孙一峰。妈，这个诛仙阵摆起来真的是有点凶的，我跟你们说。烦的要死，这波空头的小狗看应该是能够占了很多便宜，因为现在 TY 的这个地面部队并不多。这家真有点烦，真有点烦。中间始终想摆这个诛仙阵，大可始终不要他摆啊，因为这波反攻摆起来了，你那个就没办法了，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腐化就没什么办法了。好，空投一波过去，但是反攻很多哎，这反攻很多也能投下来的，只要这波投下来就好了。对，投下来他还接一个这个虫洞。对，你这个你现在没有多少地面部队的，你只有靠火车回防，火车也不一定打得过那么多狗呀，你这波四个房子过去投嘛，估计能投个两个房子至少下得去吧。哎，不敢投，他反攻升射程的吧？升了，他反攻射程已经升好了。我这抓一波有点痛了，我靠，那怎么办吧？好你妈伤这一波，好了，诛仙阵摆起来了，把那个房这个先把黄金矿那个咬开再说。打到这个局面呢，我跟大家说，我还是挺有经验的。打到这个局面，其实对于虫族来说啊，要出点刺蛇，真的，你们不要小看刺蛇。刺蛇其实在解放者没架好之前，输出其实挺高的。哎，我觉得不是出刺蛇的问题，现在就是一波的那个定家。哎，没用的，定家物这波绝对打不过的，除非是那个全太阳失误。没有定家务，然后腐化散得跟花一样，散成一个太阳。妈，那我说个毛，问题是我就怕腐化还没散就被打没了。关键是你知道为什么腐化不好散吗？不是腐化一打吗？我看你散得好吗？我往回退一步，你再退一步。对对啊，退一步腐化就被秒了。有时候腐化你不会，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定家务呀。你说定家务我承认的，你定得好那的确，但是如果人族散开，你定家务也没什么卵用，你也知道的。是这个解放者有点真的补几个刺蛇，有时候会给你。没有，他不会补刺，他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在这种局面下绝对我换了我也不会补刺，我肯定是强行的把这个飞蛇的数量给抵上。哎呀，我跟你说到后面也是搞笑的，你好像说的好像飞蛇不是强行多了很多飞车很牛逼嘛，你控的时候其实不好控的，过去把别人一轮你飞车就没了，那怎么办嘛？跟你说了，中间插防空呀，中间插防空，然后出点刺蛇慢慢磨，然后你天空还是要保持有腐化飞蛇地。他这个已经强行打成城市化了，已经
强行打成城市化。跟你说了，诛仙见证的。哎，所以说我跟你们说了嘛，我告诉你们，这招战术的研发绝逼连大维京都没想过，他就是为了不让你们打城市化才现在有了这种变数。那怎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打，照样打。下个星期你妈补丁就上了。他只能只要那个打不过腐化就好了，只要解放他只能那个，他只能去下这个补丁，就各种打补丁。选手会找到各种的 bug 和漏洞的。对，中间插好防空这个是对的，因为大家都要用防空来做一些对空的一个补。稍微补一下这个对空啊！你真别说，说不定我们去做这个平衡性都比大维京做的要好，你信不信？我虽然不想吹这件事情，但是我不能否认，我还是有这个自信的。是有自信的呀。也不是有这个自信吧？大维京肯定也有自己独到之处。有肯定有的，对不对？比如他美服宗师的实力，他妈在暴雪也是横跨几个区，没几个人打得过他。是这样的呀，我告诉你，你要有很多综合技能，你才能做平衡式的。对的。首先一个，星际你稍微还是要打得好一点，比如说爆大维京，他美服宗师是不是也可以吹一波？可以吹一波，宗师可以吹一波。然后第二个，妈英语还要好一点。嗯。妈这个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软肋。哎不，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我不承认的。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对不对？啊。让暴雪给你找一个翻译，每天就跟着你，行不行？哎呀，翻译没用的呀，你他妈他还要懂韩文，要跟最牛逼的职业选手有交流，我们也不懂。哦，我们每天配一个那个韩语翻译，配一个英语翻译。不，你为什么要配？有人八国语言都懂的呀，你为什么要这种？我是说我们两个没这个，就你什么都要懂一点呀。啊，这倒也是，这也是，对不对？大维京虽然你不能说他每一项都很专。但是他每一项都懂一点，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好像走了半天就他符合这个条件，你是不是突然就觉得这个问题了吗？我想想看，你找不出第二个这种人的呀。星际打得还可以，韩语还不自己又是韩国人，对不对？他妈的英文还说得很好，这好像也是啊，没几个人有这种条件的呀。大连姐姐其实也符合这个条件，但大连姐姐可惜 不懂游戏啊，可惜不是美服宗师呀。他说 port 那个英语，妈的跑去暴雪总部去说话，妈听都听不懂 port 那个口音。不，关键是你如果说作为一个这种大维京这种角色，你必须要三个族都有美服宗师，对不对？是呀，这个很重要。你要站在玩家的心态去想，或者站在职业选手心态去想。哎呀，反正总的跟大家说，就是 Port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个这个选手，但是呢，大维京已经坐上这个位置了。妈的 ，Port 要想干掉大维京，你知道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吗？哼。好了呀，这个比赛我告诉你，这个比赛就是。妈，诛仙剑阵摆起来了。不过，这个位置防空的，中间这个位置防空的确，我只能说 ，TY 架的有点好。如果再往后退一步，可能 Dark 的这个机会就多了，就可能要被打多线了。这场比赛我感觉一个小时起的节奏。嗯，还早呢，只要 Dark 不冲，他就看谁忍不住嘛，谁忍不住，然后最后来一个那个冲锋就结束了。有观众说：“妈的，这才第一排，那没办法的呀，这种东西。”我跟你说，全太阳很有可能为了胜利打五盘机械化。哎呦，这个三房不直接被咬掉了？哎呦，这个狗赚翻了。但是实际上呢，因为他们这场是一个小时的战斗，所以你咬两个攻防咬好了，我慢慢再。哎，全太阳就没想过出来，他无所谓的。对呀，妈，诛仙剑阵摆起来，然后炸你原子弹，不就这样想的吗？我慢慢推的，我永远不冲，反正。下面就是 Ghost， 这 Ghost 狙那个叫什么？狙腐化也是猛的一逼，一下，不过一下狙不死。对。那狙两下才能狙牛是三下嘛？狙腐化两下。骗大龙，哼，真是太天真了。没用的呀，大龙有那么多围巾，有那么多。地下有那么多那个鬼兵，你怎么可能有用吗？哎呀，太他妈天真了，大可也打进未知领域了。
在诛仙剑阵面前，妈的真的是没办法呀，各种原子弹，先炸个原子弹，你来啊，走，你不敢来了吧？耶，你不要炸自己啊，取消了啊，对手没来。其实原子弹挺贵的，我这时候有，不过这时候这个也有钱，我不能浪好吗？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浪的话，待会儿说不定耗到最后就是那原子弹的那点钱，就谁出声音就看这个了。哎，我觉得双方现在都没办法，真的都没办法。哎，就这样呗。现在原子弹的作用是清军毯。大龙慢慢往前推，然后围巾过来，他找机会定。这个就看谁先失误一下。妈的，全太阳补了六个飞机场。有钱呀、啊！现在你大龙来，我反正所有的这个围巾啊，我都是散开的。你来好了，大龙。好 ，EMP 也先打两个，哼。哎，这种都已经没用了，这女妖都去送掉了，女妖已经意义不大了。这个时候是大家都打防守战，就是比谁先失误了。大哥变了11个毒爆，他准备要定住然后滚吗？他想要破中间这个防空阵吧，我估计原子弹来破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原子弹破你还亏钱的，自己还战损是亏的。关键防空可以跑的呀，炸自己了，遭不住了。原子弹推进现在又是什么鬼嘛？大可终于是想起来出刺蛇啊，也行吧，我觉得也没什么用。没用的啊，原子弹其实挺贵的。原子弹现在作用是清军坛，好不好？你清好了，你妈总有一天你钱会打干的。这个时候不节约，你看着，到后面就后悔了。你妈有钱的时候浪，你妈浪着浪到没钱的时候，你就遭重了。但问题他钱也不多呀。是的呀，你妈有钱的时候你就买个 GTR 出去浪，妈会出事的呀。呵呵。在这波节奏带得好，反正看不到，随便滚滚嘛，能滚什么滚什么，能滚什么滚什么。大家反正现在就憋着呗，憋着，没现在反正谁都不敢冲。虽然大克的看似钱很多，但是真的，你如果说这波部队送完再补一波部队出来，也没什么钱，质量估计还没这波好、啊、对，然后也钱也耗光了，对，一样的。那、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去用原子弹去清军坦嘛？我就浪呀，你妈这个跟弹射起步有什么区别吗？你说是不是嘛？没区别的、啊、这种，你这种是傻把雷达是不是？用直接打打这么好了呀？这不，老子有钱，老子任性，关你什么事？好，干嘛吧？有钱任性，老子就喜欢用原子弹清军坛。可以。一个原子弹多少钱？200-100吧。200-100还是300-200啊？200-200还是多少？我不太清楚原子弹多少钱。200-100或者200-200。对，反正有300的，200-200或者是200-100。100-100原子弹啊，原子弹100-100啊，妈100-100也挺贵的呀，没事炸一个。对，这也是也挺贵的。对不起，妈的，别人一个军坦要多少钱嘛？别人军坦又不要钱的。大哥只能用各种的多线虫洞来拼一枪。我靠，这个雷神在这里。那大克现在为什么也有点浪嘛？哎，打到这个时候开始送毒爆，毒爆也不便宜啊，大哥。你不觉得这是多线送毒爆吗？现在的也不算送吧，他想打一些建筑。妈，打我让你打个房子好了，你毒爆你妈的4-5个过来撞一个，
真不赚呐、啊！这种对大克来说，他只要现在能够把这黄金矿开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好踩一会儿，好好踩一会儿，踩干了就好了。妈，你看着这帮人总要把自己浪死的，这绝壁是有钱任性。反正 T1 就现在就是岩浆炸一炸，岩浆往向前推，推完之后防空立起，慢慢的把这个中间这个局势啊往前推，各种推。T1 现在所有的地面部队就这波鬼兵了，他没有其他地面部队。把原子弹推进，脑子也是受不了了。妈，他们强行把这个比赛打成了一个城市化，你怎么招得住？反正一人一半嘛，慢慢砸嘛，哦、砸砸。妈，大可也是打成弱智了，现在用毒爆去滚。哎，你为什么要用毒爆？就毒爆真的很贵的，你不觉得吗？毒爆是挺贵的，毒爆真的很贵的。你有时候感觉不出来，其实一滚你就一会儿就没了你的钱。那你说现在虫族应该怎么办嘛？我不你说了吗？用飞神去拉呀，一个一个打呀。但是下面有防空，他现在拉不到呀。不是我能拉什么拉什么呀？大龙在前面不是清防空嘛，然后你拉嘛。他现在想的是定住了滚别人的那个 ghost。我觉得。妈，我就滚！哎，我就让你把这波 ghost 滚了、啊，你这波毒爆你赚吗？我反正觉得大考验已经。哎，大考忍不住了。失去耐性啊！忍不住了，直接误上去。下面防空好像全部被误住了。全在只能跑，直接打破了这个地方。大可直接看着打破了，马上出了五头牛。这不会牵连到还一招散吧？这我感觉全在要散的呀。这个他直接补了十一个围接。哎，不过这里，哎呦，定住！哎，你不，我靠，撒尿都来了。当然撒尿，但没法打地面怎么办嘛？可以有，大哥又瞬间补到200人口，围巾现在已经打不过这波腐化了，但是下面有防空哦，干嘛干呀？拼一枪呀！拼一枪，我告诉你，拼一枪说明把自己拼，哦哟，散成了一个圆，大哥你妈忍不住了，告诉拼一枪，老子叫大哥，千年的永不为奴，怒吼你妈的，让你摆诛仙阵。老看死你！你妈的，摆猪！哎，我跟你说，这种就是我们两个在天地上被人猥琐了一辈子，打破这一刻的这种怒吼。是的呀，真的是打破这一刻，你妈这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全太阳现在补不出兵呐，你妈空有5000多块钱。好了，这盘，哎呀，冲的太果断了。让你不要弹射起步，让你不要买机甲。好嘞，先去拉屎撒尿呀，先。对，各种撒尿呀。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嘛？让你他妈不要去踢机踢啊，让你不要飙车出事了吧？原子弹亲军台，让你亲的嗨。现在抱着5000多块钱遭中了，死了呀！这个死了，这呀，抱着5000多块钱就进棺材了。关键这波牛有点烦，现在这波牛。哟，这个够的，摸，牛逼！上面还有一波女妖打牛还是很快。哎，你就多出点狗就好了，现在。你这时候是可以狗毒爆了，我靠，起脸，真起脸，这个是，啊，这个腐化数量太，防空他拼的，这个地方决战了，太多了，我靠，构思在下面疯狂输出，拼脸，这是坏呀，只能，妈的，这腐化死的有点多吧，坏呀，把你天空换完就结束了呀。也是啊，我家里面全部抱狗就好了。你天要拍基地了吗？我看这波农民出来是要拍基地的节奏啊！啊，管他拍不拍基地，反正这盘已经稳赢版了，已经。
哎，大可是把自己10000多块钱全部花掉了，全太阳现在没地方花钱，4000多块钱抱着没地方花。他没有出兵建筑。啊，主要是我觉得大可那个黄金矿是给他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个资源。全太阳没矿了，全太阳下盘再打2盘，这个就算输，你妈把大可体力耗光，给八本，妈的把我们都体力耗光了，好不好？给八本制造一点胜利的机会，有没有道理？道理是没错的。我觉得两个解说才他妈恨他，这三个解说，啊，第一盘他妈你就城市化，你什么意思？输了，这第一盘肯定输了，这不可能。全太阳不想退是因为他还有一波钱，嗯，这波钱也没用，你这波钱都补不了200人口，你信不信？对，你也没矿了，什么都没了。全太阳主要还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那波啊，一下被他冲破了，大哥很果断的马上就接着撕开你的这个防守的漏洞。全太阳抱着那么多钱没地方出兵，哎，不过可以看出其实腐化还是有点猛的，有点猛，有点猛，对不对？哎，不是，还有一点，全太阳围巾是不是出多了，腐那个解放者出少了，还是有点围巾也不多呀，围巾他大概就10几个嘛，12、13个、哎，你说多其实也不多，只是他没有想全太阳没想到对手的腐化会那么多，对，直接就冲破了。我靠，继续猥琐，你妈这种跟耗体力有什么区别吗？这个时候你们看似全太阳这个无奈的猥琐，其实它体现了团队的精神。对啊，就跟开 F1 的时候保护自己队友超车，没错，对不对？全太阳这个时候就在强行的保护这个 States，保护把本，他要把大可的体力耗光，耗到最后一刻，战至一兵一卒。我也觉得这个好，好你妈累呀，啊！这种解说，可不可以打得酣畅淋漓一点？那怎么办？哎，这波腐化不会被秒了吧？有点打不过这波腐化，不多啊。对，这波腐化过来不会被解放者全秒了，就搞笑了。全秒了，再用解放者慢慢把牛给你打了，对吧？然后翻盘了，因为大其实大可也没什么钱，憋不出再也憋不出腐化来打这波。哎，不会真被翻了吧？哎，你怎么说翻盘了？他没飞蛇呀，不会真被翻了吧？你不觉得吗？大家战斗人口也差不了多少呀，你飞蛇又没几条。不，只要这波腐化还不这波腐化只要被秒了就输了。对的，只要不腐化还不倒就好。我靠，这个怎么都变成这种直播画面都不清晰了吗？刚才有观众说翻不了，我跟你说他这波没飞蛇，刚才接触了绝对翻了，他接触全倒，可能解放者都死不了两个，腐化就没了。这波解放者的数量有点厚，大概有个20个。他不能够这样的，他而且下面还有那么多 ghost， 你鬼知道你妈一接触是什么情况啊！我就告诉你，如果说接触了，刚才好金牛，至少是个保平。人族建筑可以飞点，定远部队是没有用的。哎，这波，妈的，你在这里飞，说不定真的被秒了。先狙你一波，就看先狙你一波，先狙你一波。EMP 先打中飞蛇，先把飞蛇狙了。漂亮，漂亮。要来了，要决战了，决战了，就决战了，老子跟你拼了！但上面好像被误了一个，是你，上面被误了一个，没关系，误了一个没关系，但腐化还有点多，腐化三代可以，解放者还在上面，看谁怼得过，怼过了，我觉得，怼过了，看剩多少，怼过了，剩多少？这不会翻盘了吧？大可把所有的钱又续了5个腐化，一颗原子弹炸下去，他妈这个时候他还有原子弹。无所谓的，原则最后守最后原矿，我不信呀！再怼，天空3个飞蛇要命了！拉开，3个飞蛇要命了！这个地方，好了，结束了，对，好了，天空，哎，哦，下面有女皇，赢了，没关系，我靠，尿都吓出来了这一波。
幸好最后大哥是散开了干的。不，这四个女王太重要了。其实刚才，还有一个，就交战的时候，大可已经散好了。如果大可刚才是没散好，一波交锋，直接被一波解放者秒的话，就结束了。对的。我靠，差一点啊！真的是差一点。有点惊险，有点惊险。大可刚才是把最后所有的钱全部花掉了。他没有，他不是，他主要是不可能再采出那么多气矿了。没气了，大家都没气了。对，如果那波没有打过的话，那中间十二点的那个矿黄金矿就变成了全太阳的了。对，全太阳只要这块片矿采起来，慢慢憋就好了嘛。你有什么？你有什么牛狗这种都无所谓的这东西。我大可一盘打完就开始擦汗的，心疼岸本呐、啊！妈的，第一盘打完就开始擦汗，你妈 KT 这种团队作战太他妈坑了。这很正常的呀。哎，第二张新港还是可以猥琐的呀。哎，我要看吐了好吗？不要这样子，我们两个要死了好吗？第二张是新港，你妈的！妈的，这种他如果打五盘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会不会死掉？啊，我到后面我们就。不要那么激动嘛，我们慢慢解说吧。对的，也是。全太阳，你妈自己都打着，你妈眼睛都要打睡着了，我靠！你看他这个样子，自己妈已经打着，你妈体力不支了。大可哦，不是那个把本，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来对下时间。我来说啊，不要急，还没出来呢。还没出来。你说呀？怎么这就直接泰山压顶了？老子不跟你好好打了，你妈个蛋！一分零，一分十一，十二，十三，等一下，十四，你再念，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好，好了，好了，完了，这两个全太阳直接跳死神的，两个狗逼全太阳，全太阳和岸本都是狗逼，不是岸本是真的受不了了，有点，完了，我觉得这个开局，岸本挂，大哥挂了呀，三分死神，你告诉我怎么可能被你蟑螂一波顶穿嘛？也是啊，对不对？操作就把你操作死，对你，我估计你待会儿三四个蟑螂过来的话。可能TY 可能有个六个死神左右，差不多。对，随便操作一下就好了呀。你上高地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哎，我在想，万一这盘这样输了，对不对？岸本这样输了啊，然后下一盘 TY 再放个野外三兵营，枪兵 rush， 我不跟你好好玩，利用智慧来干死你。切。可以的呀，也可以啊，也可以。看 TY 这个啊、应该不会去看，不看吧，应该不会去看，不看，应该不会看。他不是看不看的，他现在被追的有点惨。被这六条狗，主要这六条狗其实他的目的啊，他这样散的目的主要是不想让你上去侦查。对。对吧？他走位都是想封你的侦察，但你这样子太明显了，我觉得。对你封那个二矿有点太冲出军坦封二矿有点太明显，太明显。全太阳下去看一眼，没有，懂了。好了呀。他其实不往那边走，说不定全太阳都不知道，你信不信嘛？是的。输了，这个已经知道了。看得出来岸本这盘这么打，对，看得出来这么打也是因为上一盘的确被猥琐的不行了，是的，没办法，只能这么打。好嘞，你全太阳只要在这儿守，他不要事情去冲这个高地就好了。
只要我在这儿守住，对吧？然后等我科技憋出来就结束了。但是大哥变招了，空投啊，变招啊，空投变招。我觉得这样空投也就想不到，其他也没什么，就想不到。对，我觉得也没用呀。问题是你最后变招了呀，没办法呀。这个属于没办法了。没看到，好了，懂了。还有防的速度的，我怎么招？懂不懂？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是家里怎么防。他肯定想不到是空投的。哎，投框后面去啊！直接回救。我全太阳这种操作，他是不可能给你任何机会的。你这种就想清楚呀。直接炸就好了。我有，接的可以啊，这一下。没用了，没用了。但后面有机枪。你这个时候过来，你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蟑螂进行一个数量的压制。你要不就把一波打死。对。如果不是一波打死，你是不可能打得赢的。我们还是看出来第一盘啊，第一盘这个诛仙剑阵给了那个大可太大的一个压力，心理层面上面的一个压力，有点烦，大可有点烦，显得更急躁了。倒不是说这个战术他打不赢，他就怕这张地图再来一次，你妈的这个直接体力都没了。大可如果是想要靠这种空投，然后自己慢慢运营，这样的话其实这是不可能，不现实，运不起来的。差不多，我觉得这波投完之后差不多就 GG 了吧。对。哎，我怎么又卡住了？待会儿再对一下时间吧。嗯，待会儿再对。GG 啊，GG。一比一。这盘只能说是战术之中的相克。也不能算是谁的操作好谁的操作差的问题，对，就在这相克。蟑螂跟死神打，其实蟑螂是占后手的，这是很无奈的。啊，看第四，大家哎不休息了，休息毛，不休息了，大哥就不行了，都要休息了。我告诉你，你看大哥休息去了，跑路了。他们肯定，大哥跑路了，老子撒尿去了，我不管了。妈，先撒个尿，保证自己下一盘不要被猥琐。他已经看出来了，妈全那样，再猥琐我一盘，我肾要爆了，不行了，不行了。先撒个尿，你妈的，以防万一。哎，不过我虽然说他现在去上洗手间嘛，但我还是蛮佩服大可的这个实力的。如果换了虚虚王的话，打到这种局面怎么办？哎，虚虚王第一盘打到中期的时候，虚虚王就冲了。妈的，这不是虚虚王沉不住气，实在是尿急。那我想到了一个妙计啊，就是可以让虚虚王俯首称臣的一个妙计。干嘛就猥琐他对不啦？然后让他冲。我有优势，我也不来冲你。我反正就不冲，我就在那边猥琐。你只有打线下比赛才行啊！啊，对啊，我就在那边猥琐呀、啊，干嘛、啊？你不要逼虚虚王以后带装备啊！我跟你说，你要、啊、我告诉你，如果说他带什么的，带个马桶过来呢，直接坐在马桶上打星际呢？带尿壶。哎，尿壶子，他就直接坐在马桶上打星际不就好了吗？然后再配个麦老爷，马桶万一坏了，麦老爷马上就可以上。哎，他们说这一招叫憋尿计，你妈的憋尿计，虚虚王必吃这招。我也觉得有点必吃这一招，有点道理，有点机会，对，有点机会。反正你各种 这招比赛在线上比赛的阶段是没有用的，因为线上比赛虚虚王可以直接用尿壶就解决掉了，对吧？对的。带个猎户，线下比赛，完全说线下比赛打个 PP 去厕所，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不允许的，这不允许的。打比赛打一半，你 PP 出去，我鬼知道你是不是上厕所啊？你他妈就问、啊、问朋友他妈什么局面呢？不行的呀，这个。对啊，如果说你要那个的话，我直接举报你，妈的我这不行的，要肯定要打完才可以的。对、啊，你除非打 TG， 你可以打 PP， 然后你不能出比赛房间的，你不能跟人有接触的。哎，所以说就要带个马桶过来，坐在马桶上打星际嘛。不，第一盘他肯定想不到的呀。
倒也是。不，你反正跟虚虚王打哪一盘，你要做的东西就是防守。虚虚王说，虚虚王说那天被 Major 就这样搞了一次，你妈打了一个多小时，还有妈打了一个多小时，我都没上厕所，好不好？妈，你在家里面打线上的，我们怎么知道你上没上厕所吗？是的呀，你在家里面打线上的呀，你这种你要证明一下的呀，你说不定在边打下面就有一个那个尿壶在下面，各种撒尿。妈的，嘘嘘王！不，关键线下你一定要带个麦来。为什么嘘那个 Major 也知道你妈嘘嘘王的软肋吗？你妈到底谁把这件事情传出去的？我怎么会知道吗？妈，这个东西就过分了。妈，嘘嘘王本来你妈的已经练到了全面，就像孙悟空刚刚出来，赛亚人刚刚出来的时候，对不对？已经感觉很强了，无懈可击。但是就是有尾巴这个弱点，妈，嘘嘘王就这一个弱点，妈，你们竟然暴露出去了。这个东西呢，只能说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对不对？嘘嘘王都那么强了，完美完打得那么好，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对，是我要是有嘘嘘王的基本功，我就无敌了。我其实很羡慕嘘嘘王的基本功。妈的，我要是有嘘嘘王这个基本功，我就无敌了，好吗？我也无敌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很羡慕嘛？是的。对。但可惜人无完人，对不对？有一点弱点也是很正常的。上帝都是公平的，上帝向你打开一扇门，必然会向你关闭一扇门。没错。嘘嘘王。哈哈。所以说为什么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古时候别人就跟你说了，欲练神功必先自功。对的，嘘嘘王要是、这个、的确这样，要想成为天下第一，妈必须用这一招。嘘嘘王只要自功了，我告诉你，他就没有了弱点，就像孙悟空摘掉了自己的尾巴一样，再也没有这弱点呢。然而并没有卵用，万一打一个韩国人还是得死。哎呀，你总归要先屏蔽掉自己的弱点，再干其他的事情。好了，比赛开始了，双方第三场比赛嘛，你要不要对时间啊？我看一下，一分十七、十八、十九、慢慢数，二十二、一、二二。等，我刷一下，这个时间明显是不对的。这时间差太多了，等我一下啊！快点！那怎么会这样子？我等了你已经很多秒了。我知道，你先开始。嗯、你先开始。好，全太阳是跳死神开二矿，而这个大克是选择的是，裸双。好啊，我来说啊。啊。两分十五啊！我刷。好，你先刷。再数。两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你还比我快个一两秒钟吗？好，我暂停一两秒是吧？啊，我来说。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好 ，OK。好，观众说这个诛仙阵起手式又来了，这张图诛仙阵也可以诛的呀。嗯，这个图必须要打乱节奏，因为这个地图对于大克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嗯，用个死神跳上去也就这样了。其实我已经发现打诛仙剑阵的一个办法就是提前提个防御速度。有观众已经暴露了嘘嘘王的弱点。什么？嘘嘘王的弱点原来不是这个，是眼睛不好。他说那天没劲儿，你妈架了你妈七八个解放者架在那个路上，然后嘘嘘王二三十个火蟑螂，然后把所有的火都砸完了，他妈一个没死，然后他火蟑螂还死了几个，然后他妈这样输的。这个弱点我们都知道，这个弱点太他妈弱，他打嘘嘘王只要抱解放者，然后你就开始架，然后嘘嘘王绝逼看不准。他真的是瞎子吗？不知道啊，那天他们说打美酒嘘嘘王的火，你们二三十个火蟑螂砸出去一个都没砸死。这边感觉 TY 换战术了呀，完全换战术了。
他应该是先投一船兵啊，去搞你三皇。对，不是我估计 TY 也这个诛仙阵也不能天天打的呀，妈的天天打他也会死的好吗？而且打了这盘之后，他发现其实大克后期还是很强的。好，先搞你三皇，不让你三皇开下来。投坦克吗？哦，不是坦克，不是坦克，地雷先炸一个，操作一下。哎呦，感觉狗有点多。这个操作非常 nice， 没问题，双方。好，第二个运输机来了，投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待会儿。其实 TY 就是不想让你这个三矿开的那么好，那么早，不让你舒服啊。运气好，如果把你狗炸了，还可以把你三矿逼退。啊，在他们这个级别是没有运气这么一说法的。那倒是、啊，任何的你地雷炸，你都是有破绽的。我觉得这个三矿坦克已经到了。还是要掉这三块，压力给的还是很大、啊。蹭，现在不停的蹭三级。坦克可以往前面再加一步呀、啊。对，架了，只要冲得到基地就好了。对你打得到基地嘛就好了。但是火蟑螂来了，八八八八。哎，你妈大可这也有点歪嘛，这个咋的？这为什么大可也是个歪砸嘛？啊，已经有点紧张了。都瞎了。我明显感觉现在 TY 虽然说是在 A 的对方打，但是他其实操作还其实有点乱。你看他这个坦克架的位置就是有问题。哎呀，他也很虚好吗？因为其实大哥这波如果稍微防得好一点就防住了，因为他的三个女皇戳你一个运输机，戳的还是很凶的。我真觉得，哎呀，掉了，完了，防住。哎，这什么情况？我靠，差一点被砸了。这个血还有多少吗？这个基地的血？我估计这个血已经是红血了。他如果刚才坦克放在那边，多打几炮，对不对？哦，他在上面架了一个解放者，刚才被大哥防住了，杀了五个农民家里面。火车再来溜一波，这个节奏很快啊！火车侠还是没有直接溜农民，分的双线直接烧。可以。哎呦，这个串烧爽了十个。但我这个进攻三板斧倒是真的打得非常的好，大哥赢赚呀！这个死了大概死了六个火车，不赚呀！不是，我就怕他这骚了半天，然后对手他妈的一个那个蟑螂火车蟑螂一顶就死了。但现在 TY 好像又转诛仙阵的嘛，又双 VS 了，又他妈转诛仙阵，有点烦，还说他转信呢。啊！大可看到这三个飞机场就想吐，好吧？现在终于转了，大可也开始转了。刺蛇他打一波，大可打一波，忍不了了呀！必须啊，不是，我觉得是应该这样子，不能这样跟你各种耗是没意义的。不过雷达撒到了，主要是这张图不像上一张。这张图最麻烦的是什么？虫族是不可能跟神族一人占一半的，对。你想想吧，你下面那两个中间两个黄金矿你是不可能占得到的，然后大家架过来，你上面就现在这片矿也不好占，这张图很难跟人族一人占一半。好，这空投又是一个多线，大哥这个协同打的啊，不，那个 TY 的协同打的真的好，他协同他的骚扰有点无处不在的感觉。这如果说骚扰的话，的确 TY 要比我有这多线火车，哎呦，比马路还凶，他骚扰。对的，又是八个农民。哎，我怎么感觉大可这一波冲不下来就 GG 了？农民数量上，其实大可的农民数量还是挺多的，还是挺多的。他就看他冲不冲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冲。三门都在升了。好，火车再来，没机会。他现在要做的是先把四矿先弄饱和了，稳起来，对，先稳起来。但如果是这样弄的话，你这波其实就没什么机会冲了。对，因为他一旦解放者射程提好之后，你的那个刺蛇带火蟑螂很难冲破铁这个。妈的，又是猥琐起来！哎，空投可以，空投可以。对他必须要在节奏上面抢回来。
空投其实是本来在重新执行包括自由之翼的时候打机械化的一个比较好的战术。对，这空投其实跟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换家的一个变招，利用你机动性吧。你在回防的时候机械化最强的就是你只要架好了打阵地战，那机械化是无敌的。但是你如果是打移动战，机械化的这个就是布阵的能力就很差。对，而且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其实人族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钱拿出来去铺防空的。对，这为什么几个火是在追着这刺蛇和火蟑螂在 A 嘛？要换，大哥要换。就现在 TY 这一招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索拉也是拿这招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就是中间剑阵摆好，然后用雨儿来甩你的这个基地，你光靠刺蛇是不可能救得了的。这个基地能不能摆打不爆？我靠，这直接感觉大哥这个下面在空投呀。这大哥已经走远了呀，我觉得。我也觉得大哥走远了呀，这个。就看这波空投了。也，我估计也没什么用。因为就算你投啊，不对，他这波投完他那个就出来了，飞蛇就吸满能量了。不是，你投了这波部队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对手是有隐形女妖的，你这波投过去，迅速把这变成五个眼虫，不可能的。妈的，这主基地没了呀！这个他根本就没时间投好吗？现在投了，不管了，换家了，不管了。他这招主要猛就猛在是什么？解放者射程升好之后，配合这几个女妖占你便宜，你真的没办法的。对，哎，你误，随你随便你误呀，你能怎么样吗？60点攻击又误不死，说白了，啊，家里面坏的还行。妈的，是不是现在应该把这个误又改成90点嘛？改90点有点高？那75。75可以，成交就75了，对不对？大卫已经改回来75，改，75，你妈人族就不敢那么放肆了，对的，真的，现在他妈真的是太放肆了，怎么就让我想起了那天我打接班人那种感觉嘛？就是妈的每个矿先架个解放者把你卵给你打了，就在他家里面各种游荡呢，就是，对啊，先把你卵给你架了，他虽然很不爽，但是毫无办法，只能任你撒野呢。对呀、啊，然后不是他就那种很凄惨的叫声，你知道吗？就那种，哎呀，就这种。你被架死了，这个，我觉得大哥这盘走远了。其实出刺蛇就必须一波打不下来就走远。对。妈的，杀了对方48个农民，但是自己也损失了26个，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诛仙剑阵并没被破，他主力的这波战主要是主力战。嗯，现在 TY 继续的开矿吧。没有，我跟你说，出刺蛇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你出刺蛇你不出腐化，好，你他架你，他架你矿后面你就有点没办法。对，拉呀，那怎么办嘛？哎呀，拉嘛是拉呀，但他多呀。哎呦，要秒三基地。三基地来。兵呢？三级基地可能要被秒了。我觉得应该秒不掉吧，应该秒不掉。不过现在其实还是，我觉得大可有一次那个机会的，就是什么机会呢？就是误住，然后、定住，误住，然后刺身补一刀就结束了。其实这个局面七外其实也不好受的，也不好受。他钱不够，他现在有点，他必须要开五矿，开不起来他也不好受。而且他也不能有任何的失误，一失误被对方一个定一个刺蛇一戳就没了，都不用误的。虽然我觉得这个局现在这个局势呢，应该是 TY 比较好打一些，因为他耗得起，他的兵种都很能耗。对，黄金矿也没采完，对不对？关键是他五矿可以开起来，你拿他也没什么办法。这五矿开的妥妥的。不过大可这个运营能力还真的很强啊，全队好像钱有点吃紧了，现在前期都有点吃紧。大可22条刺蛇，不，这三本如果被打爆的话，哎呦，隐形女妖这个加速的真的没办法呀。
三本掉了，三本掉了，三本掉了。三本盒子三本，飞龙塔也可以盖呀、啊。我就遭中了，三本掉，飞龙塔掉，你妈那等于补不了天空了。你说没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你就没天空了，大河都不可能来打你。对，那这全那样就把五矿萎缩起来了。是的。我靠，我们现在观众都27万呢、啊，那么多人，那么多人都想看城市化了。啊，平时打那么精彩就没什么人看，他妈一到城市化看他们是过来听相声的，我告诉你。这波等你再有什么腐化什么飞蛇成型的时候，那已经天荒地老了。把这个加速这个女妖真的是抓不到，他妈的这种隐形找个地方就占便宜。想定哪那么好定嘛，加速女妖甩起来就跟以前甩飞龙的感觉是一样的。对的，太他妈爽了，这种感觉。我靠，刺杀塔还被打、啊、哎，这刺杀塔迟早会掉的，如果你没有的话迟早会掉的，没有军团现在掉还以后掉还不如现在掉，对不对？有观众问我们27万为什么不打个广告，哼，算了算了，我们就小打一个，我们不是奸商好不好，小打一个，我们右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是 Eric 的进口零食店。对 的, 对的，大家如果想吃这个进口的零食可以到这个用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里面有特别多好吃的东西，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频道的长期赞助商，大家也看得到他给我们刷火箭的这位观众啊，这位观众爱迪森Eric 啊，这位观众，他自己也是一个做这个进口食品生意的一个，没错，这个关键他自己本身还是一名星际的玩家啊。他说我们骗火箭，我告诉你，我真还不是骗火箭。我们从来都你们要抓火箭，我们从来都阻止的，哪来骗火箭这么一说嘛？对。好，这边就靠刺蛇拉，看损失了，打战损的。拉的还行，拉的还行。妈的，这个好屈辱啊！一步一步就到脸上了，关键是现在这什么？这妈的真的他果然在啊！我这事物说不清楚了呀！他们肯定要说我在骗火箭呢。是有点像，是有点像。妈的，这种什么那种播球的妹子，你妈的这种骗火箭的套路，你妈的！现在变成我了，没有。其实这种火箭这种东西呢，其实真的不要再刷了，没有意义。这个火箭，对，我们从来都不看这种火箭的。我靠，那个黄旭东快叫好哥哥又来了，快叫啊！好哥哥，那你还在等什么？好哥哥们，谢谢火箭，谢谢火箭，不要再刷了，不要再刷了。谢谢这几个观众啊，谢谢这两个观众。好了好了，今天这波打的又是感觉被耗死了，大可大可被耗死了。其中开局我们就说的，就中期了一下，他的三本被打掉就已经输了，已经死了。对，哦、我要这把定，早点来嘛呀！来不及，这两把定还是有点痛哦。还有点，哎，这两把定有点痛哦。但哦，没有，还下面还那么多，解放者太多了。这。岸本都要被干死了，这样啊？没有，我只能说全太阳是在那个叫做什么，在那个第一盘，我跟你说，第一盘就是心理战术，我告诉你。对。哎，我觉得岸本现在很烦。我觉得全太阳完全是在大卫金改之前啊，赶紧把这个战术先用了。哎，我现在看他这么，下个星期绝对不行的，下个星期这个战术，你出再多的那个解放者都打不过腐化的。要么这样，下个星期你用这招去跟接班人打打看，就改了版之后了。对啊，不打接班人，我估计改了版也能打死。干嘛？你看不起接班人是不是啊？我不是看不起接班人，我觉得接班人就跟下沙虫王一样的，什么80%血妈也打爆了，那怎么办嘛？他如果你说他是下沙虫王，他会很满足的，因为下沙虫王好歹是个国服宗师组的选手。不是，我说他们就是一样的嘛，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说老实话。啊，我觉得接班人的 ZVT 比下沙虫王要强。说真的，说真的，
好，因为是我们两个调教出来的呀。因为我觉得我80%血应该打不过接班人。对的，应该打不过。那如果90%血呢？90%血可以一战。不，接班人主要是出蟑螂怼脸的，你知道吗？他前期几个细节做得好，你也搞不到他。也是，对不对嘛？然后他后面蟑螂怼你脸，你没办法。不，接班打的是有点功力，倒是真的。是的呀。妈的，我怎么又卡住了嘛？我先调一下网络，我先调一下网络。好。好，来看这一盘比赛了啊。我觉得大可现在有点虚，主要是他太怕全太阳，现在起手就是这一招了。大可的后期也拿这招没办法。还好是张四人点位地图，如果是张两人点位地图，我告诉你，万一来个这种什么三兵营什么的，大可就走了，走远了。但大可这盘选择的是那个呀、啊，选择的是慢速狗开，然后开二矿。这张图他还是怕对方什么野两兵营之类的。这个四人图你只能野在中间啊。看一看啊，全太阳是跳死神双开，这场打这样的一个近点，我觉得就正常打吧，全太阳，对吧？这张地图还要搞诛仙阵就有点过了。这个图你搞不了诛仙阵的，这个图因为这个图考虑一下我们这几个解说吧。不不不，这个图我告诉你，考你完全没有办法诛仙阵的，很难开矿，你最多就上面一圈，你开到四矿，你要去开五矿的时候就很难开了。也是，因为你开了，你如果要开五矿六矿，你五矿开起来，你当然六矿也能开，但是你家里面防守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对啊，所以我是说这张图就正常打就好了嘛，对不对？这张图应该是能打，你可以先用这种诛仙剑阵的这个起手式，先打出一个小高潮，对不对？对。又是 VS， 看他这个怎么挂啊？哎，挂反正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挂、这个没什么说法的。对，也谢谢这个水友送的飞机啊，谢谢这个水友送的飞机。但是还是这个，还是我们说的，你就那个，有空的话可以到我们淘宝店看看，对吧？你要支持我们的话，淘宝店看看有没有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你看看有没有啊？送这个东西呢，送飞机、送火箭这种东西呢，真的，就从我的心里面来说是蛮贵的，就没有必要的这些东西。对，你一个火箭的话，你可以买一个好一点键盘嘞，一个火箭。对，借键盘嘛，你可以买个好点借键盘。就像现在黄旭东用的那个那么好用，打心机又好，按键又按得爽的这个 Jack 的键盘，你就可以买一个。哎，我又没打广告，我说的是事实。你这种笑声让我很不爽，好不好？是的。哦哟，这一波双线。全太阳这个夺险，这个协同真是好，协同真的猛。那大可已经应该打不来了，我感觉。哎，你不觉得大可已经被诛仙剑阵诛成弱智了吗？好了，十一个农民走了，这边打不来了。大可这个有点迷茫了，感觉。主要现在心理压力太大了，你妈看到一个女妖众出来就无限压力大，就感觉对方要用诛仙剑阵，烦的一逼。你想想当年海皇在遇到七星大法之前，也他妈也是一个好手啊，在韩国谁敢跟海皇跳嘛？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 TY 的一个心理战术。对，不要看 TY 外表好像忠厚老实，其实他的心是很大的。第一盘这种输了没关系，关键是要让你恶心，对吧？恶心到你，然后第二盘打一个三兵营搞一波，对吧？赢你一盘，然后第三盘再诛仙剑阵再打一盘，然后第四盘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打呢？你知道我是诛仙剑阵还是正常打？
以前那个海皇被搞了一次之后啊，被真实大帝搞了一次之后，然后自从那次之后，海皇也打不来了。你要想想海皇腿了多久，那次之后，那么后来都不在韩国打了。在之前，海皇绝对是战队联赛主力中的主力啊。对的，当时小黑儿比小黑儿还稳，在 CJ。当时海皇的确是 CJ 战队的一把好手。对啊 ，A 四选手，然后自从被吸了功力之后就打不来了。这个女妖真的是，我靠，又是杀了一波农民。好不爽，现在好不爽。嗯，大哥现在我估计脑子里是有点空白的，但 是他很虚，你看他那个房子侦查就知道他虚的一逼。现在你都侦查到了呀，知道对手是一个正常打了呀，上一盘也是侦查到了呀，他不看到三 vs 之前他都不相信，你知道吧。Soki 也是中了那一招之后打不来的。哎，说起 Soki 现在好像消失了嘛，这个人已经没什么反应了，就我好久没看到 Soki 了。不，他也不打韩国联赛。这个图待会儿你如果说你的军坦扑不到中间往上走的话，待会儿全太阳这波推进啊，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全太阳很聪明，就是三个火车在门口，在那个军坦这边，我就不让你再往前面再走一步了，军坦。嗯，我接个微信，你先说。嗯，好。这盘大可要用的是蟑螂狗毒棒，正面的话待会儿再带两个，就解决女妖的话就用女王来解决，他也没有办法。这种蟑螂狗毒棒这套流程呢，这个组合是正面最猛的一套流程。就你正面如果打正面的话，这套流程就你 A 上去，你只要兵比对方多，对手很难能够说依靠操作啊去把你这波兵吃掉。好，先出来扫一波军坛，大家被哦有兴奋剂，还要有兴奋剂跑路。这两串兵应该是去投四矿，然后解放者打一个三线。好，直接再去扫军坛。有点烦，大克现在，啊，再走，就这样的一个少量的兵啊，就各种牵制你，满地都在跑。这张图还是比较麻烦的，大克正面也算是全部都运营起来了吧，埋地蟑螂，看能不能够打乱节奏了。我觉得这已经大克已经要崩了多线，这个多线打起来，哎，这没办法，就没办法，基地掉了。太猛了，这多线打起来！哎，有机会守住基地，有机会守住，有，还好。他在吃蟑螂，你这波打完蟑螂都打不过。蟑螂打得过吧？这波？好，还可以。他刚才觉得蟑螂的这个位置不好，我枪兵全输出，你蟑螂只有三四个在输出。现在只能看那个，大可不是现在埋地移动好了吗？就看他那波埋地移动能不能把节奏抢回来。我有点不信啊。就不能让全太阳现在就追着他投，他太麻烦了。一波反抢节奏，然后给他一个四矿运营的一个时间。这个埋地移动蟑螂已经去了，对，你觉得对不对吗？只有靠这个埋地移动蟑螂才有机会。对啊，就这一波，全太阳就没想过你会埋地移动蟑螂。好，就这一波，只要能够拖住全太阳，让他四矿运营一会儿，对不对吗？嗯，这个是对的，这一下是对的。但万一全太阳妈的铁头捅了，对吧？拼一枪呢？铁头捅说不定就死了。你看正面，我觉得有点挡不住呀，这正面。好，家里面赶紧出手，全太阳这个时候乱了，正面冲了。大可这个协同做的还可以，但全太阳也没乱，家里面也守住了。没问题，没问题。
这面我感觉有点打不过。打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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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了。这波拖的全太阳非常不爽啊。对，这就是我说的，刚才大可是怎么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就是他一打，哎呦，这两团没吃掉。哎，这要翻呐，这盘比赛。要翻，要翻，要翻，要翻。这个多线融的太好了，他多线一起来，马上这边就冲了。就算强如全太阳，其实也会在多线这个防守上也会出现问题的。这埋第一栋蟑螂真的埋起来了，真的太麻烦了。你雷达，他关键回血太快。你雷达，你雷达线扫上去，他跑起来你也不一定打得光。对，烦的要死这个。其实这时候我觉得大可如果能说能够把这个军毯再不忘铺军毯再铺一层，那已经赢了好吧。那我觉得就是完美，真的是完美。对，这一盘大可真的打得好啊。嗯，看出他实力的。只要军毯现在这个时候铺过半场，铺过半场这个盘就是稳赢盘的局面。全太阳还有一波的机会，全太阳有一个多线的机会。这张图我有大哥可能不会给他机会了吧，我看这个样子。我冲我觉得有点过分吧。妈的，这波我跟你说多半要干正面，你看着。这几个埋地移动蟑螂过去现在都还没搞定。搞不定啊，这个机枪甩不动，你看发现没有吗？你撒雷达两把雷达打个蟑螂你亏不亏嘛？亏。你正面改开四狂，大哥肯定会冲的。哦，全太阳也是一个空投地雷。各种空投。哦、这散的，哎呦，哎呦，跟花一样，漂亮漂亮漂亮！啊，大可先过来，先把这个地雷清了。我觉得大可正面肯定是忍不了。有观众下把再来个诛仙剑阵，要看地图的呀，要看地图的，不是说你每哪张地图都这样打。好，要冲了，大开要冲了，就这波三遍包上来，我感觉全太阳好像有点没反应过来，这个有点多，关键是全太阳散的还可以，但是兵还是差的有点远吧，后面还有一波毒爆，没坦克了，没坦克了，死了，兵太多了。这一盘大可打得真是漂亮，对，这个反抢节奏这一下抢得太漂亮了，二比二啊。大可这个这才是大可，我觉得对这才是大可。大可只是在面对诛仙剑阵的时候有点迷茫。那但这个迷茫也是正常的。对，其他的打法好像都没什么问题。妈的，还有第五盘好吗？全太阳想好了要耗光他体力的。看什么图吧，我觉得。哎，不过我话说回来，全太阳也不是那种打得很阴的那种虫族，打得很阴的那种人族，他一般是不会什么选择这种三兵野外三兵 rush 这种，不太会选择。最后一盘呢啊，妈这一张图啊。这个图诛仙剑阵诛不起来吧？不，我告诉你，这个图只有两种结果。你先不要想诛仙剑阵，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大可猛如打得虎虎生风，猛如虎啊，各种的多线，各种的包抄，各种打正面、啊。还有一种就是被你妈全太阳烧得欲仙欲死，然后痛不欲生。对，这个图烧起来，我告诉你，哎呦，空中近点，斯拉斯废墟啊，空中近点。大哥，我明显感觉他也很累啊，这个样子。不过也没办法，这谁知道你们队的人弱呢？是不是啊？这盘大哥要赢，我觉得也应该
不会赢得很轻松，因为这样的一个空中的点近点就是被各种骚的来看一看吧。耶，你人呢？哎，九幺九幺九幺又掉线啦，九幺又掉线了，神。然后看这什么鬼吗？又猝死了。我跟他连一下，我跟他连一下，不要急。只要最后一句话说的什么吗？来了呀，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又那个了。哦，没事了。几分几秒吧？现在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那别急，我刷一下，等一下，等我刷一下再说。嗯，好看这边，死神先跳一跳。妈个蛋的，这个刷的我想死，这个网络刷的。嗯，全太阳又是起手势来了啊。VS 先起个手 ，Duck 这盘好像要速空投，他是想在前期不能让全太阳那么舒服的摆出自己的诛仙剑阵，嗯，前期必须要打乱。速空投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对。看他空投什么，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说他这个给我感觉应该是空投小狗，但空投小狗对全太阳有用吗？我觉得不好说吧，这个空投小狗。反正全太阳肯定是没有感觉出对手要空投的。对，而大哥这种浓眉大眼的，一看就是正人君子，怎么可能空投？你逼他的好吗？他其实也不想空投，但是你这种诛仙剑阵，我实在是受不了。好，三传那个房子直接往死里整呐，玉女心经呐，有点拼。妈，让你诛仙剑阵，哥来一招玉女心经。我觉得全太阳要走啊，这个太阳你感觉到了，地堡放下来了啊，已经感觉到了，看这边能不能防住。我觉得就看，哎，正面冲了一波狗进来，趁便接冲了一波狗，地雷怎么炸？地雷怎么炸？地雷怎么炸？漂亮，守住了呀，这守住了。哎，这地雷炸的简直就精髓啊！对，继续的运狗进来吗？还是怎么样？还直接破口？打开！加口血，还有几口血在的，打开之后再说，还不好说，这样打开了还不好说啊。对，因为后面的狗会源源不断的过来。不过我觉得，主要是有颗地雷，压力太大了。坦克出来了，好装了走。那个地雷刚才炸真的是太经典了，对，立功了。他炸了之后，马上农民围上来，把这个地方包住了，然后就可以修。好，反头一波枪兵。这一波枪兵可能想不到，哎，狗来了。但现在问题是 ，Duck 的三矿没开啊。对，而且经济上来说很伤啊，他只有29个农民，非常伤这一波。刚才那波没有打到农民。对。这个地堡太精髓了，围的也好，而且那颗雷出来，这也不知道全太阳怎么感觉出来的。哦哟。现在对于全太来说，各种的空投，各种牵制，先把自己二矿先开起来再说。对，但这张地图其实还是有一战的机会的。现在不停的绕狗啊，不停的绕狗，还要打一波啊！
我怎么感觉大哥就拼一枪呢？我感觉他也是还要打一波，他不可能让你再运营了。两，应该是七个女皇投下去，但地堡没有卖、哦，没退，没退地堡，你怎么你再顶多就把二基地打飞吧？喂喂，又变毒爆，这波毒爆就不好说了。对，变了毒爆的话，这个地堡肯定是直接被破的。一颗雷又怎样呢？对吧？没用的，看到三基地了，我感觉全都要判断失误了。他一把雷达看到三基地了。这波毒爆下去，我告诉你，真爆！而且毒爆不要马上下，等你农民围上来围地堡的时候再下。对，这个时候你以为我是正常的投狗进来，你围上来我直接毒爆吧，可以第一时间就下，先把这个秒了。哎，也可以，反正都可以。先把地堡先秒了，不要想着炸农民呢，先把地堡秒了。好了，秒了，秒了。七个女皇戳坦克，这边冲一波狗，他中了一颗雷，坦克被打破了，还有一个几个。毒爆家里面变毒爆远远不能的冲，全都要这样倒啊，已经被打穿了，这都能翻。我怎么觉得这个游戏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啊？哎，这都能翻真的有点猛啊。这个就这没用了呀，这个执着解放者是没用了呀，解放者没用，解放者没用，对啊，打不动了，打不动了，这女王太多了，女皇加血不停的加，下面的狗在咬，死了四十个农民，全在咬，只有六个农民呢。GG Nice 牛逼，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牛逼，这都能翻。刚才第一波投完，一般的虫族已经放弃了。哼，没有，没想到他那么执着，太执着了，还打一波，妈的，眼泪都打出来了，这场。没有 Rubs 的人族，只有不够坚决的虫族。不是我们两个是 Team Me， 这场比赛真的是翻得很好，对不对？第一波投完之后，我们都觉得全太阳已经是个基本上是一个七三开了已经。对啊，这叫什么七？这叫什么 Z Me 嘛？我们不是 Z Me， 这场比赛就是大可打得好，不是 Z Me， 对，对不对？不是 Z Me。如果全太阳打得很好翻，能翻大可的盘，我们也会觉得全太阳，我们也会很开心的呀。我们是星际争霸的爱好者，对不对？我们是爱好者，才会发自肺腑的对这场比赛啊感到由衷的开心，对吧？看到那么好看的比赛，打的的确好，双方选手都发挥得非常出色。对啊，全太阳第一盘开局防那么好，一般的虫族已经放弃了，但是大可就没有放弃，就是这一波空投毒爆就是一个变数，这都能打下来。那打成，那大可最后要打八本呢？还是要打八本？嗯。八本刚才肯定是。